是黄河流入内蒙古的第一站。我们刚才跟台湾青年这样的互动交流啊，感觉特别的开心。台湾青年呢特别的开朗，也特别的亲切。我们在这样的跳舞呀沟通当中，觉得真的跟一家人的感觉一样，特别特别的好。我觉得跟大家共同一起共同交流学习，让你们感受我们草原蒙古人民的这个爱一家亲，爱一家亲。河一万里，中华无